今日咧第一節咧出去試車啦，基建啊各樣嘢都幾好，那個調教咧工程師嗰個調教，我覺得都幾滿意，仲有少少嘢可以再好啲嘅。今日做嘅時間都尚算 OK， 希望咧聽日 qualify 嘅時候咧再可以再好啲，因為始終有兩個唔同嘅組別喺度啦，咁一定會有啲快啲嘅車或者慢啲嘅車啦。咁頭先就係直情係我好彩揾到一個空檔嘅位置，我跟住就盡力做咗兩個圈。但係呢兩個圈咧都有少少嘅有輕微嘅阻滯嘅，但係都好彩可以做到一個幾理想嘅時間咯。而家一定會再好啲嘅，因為今日第一日，咁聽日咧個其實唔會係淨係我咯，個個時間都會好啲。咁有好多人可能啲時間都未係，因為點解咧？頭先有兩支紅旗啦，咁時間又冇 stop 到，咁大家都冇唔夠時間愛嚟去再做個時間出嚟，所以聽日咧可能會有多啲快嘅時間出到嚟㗎啦，聽日。大家都會嘅，唔係淨係我嘅。位就有啲問題出現啦，因為咧太多紅旗啦。至於淨係得一個唔係自己滿意嘅 lap 嘅話咧，其實琴晚都有少少唔係太滿意。不過喺第二排起步，希望今日可以盡力追在前面啦，爭上最高嘅位置。咁啊，經過我哋禮拜四嘅試車啦，咁啊試車方面其實 OK 嘅。咁跟住禮拜五我哋亦都喺開牌之前做咗少少調教啦。咁啊，禮拜五 qualify， 因為我哋時間太短嗰頭啦，即係得根本就係得兩個圈嘅正式圈，咁啊亦都有車擋，所以冇辦法啦。咁啊變咗我哋焗住就只可以睇下今日嘅比賽點樣樣啦。咁啊要調教或者要整嘅嘢都已經整曬嘅，咁啊睇下今日發揮點樣樣。咁頭先咧，嗰場賽事咧，其實自己都覺得自己都發揮得唔錯嘅。個起步我覺得自己起得幾好啦，但係左手邊黃文龍嘅車咧，優車嘅個路順咧，始終咧佢個推步咧，同埋佢馬力咧都仲大過我。咁變後咧，我都係 keep 住係第四，然之後都一路跟隨住嘅，直至到出 safety car 嘅時候咧，就諗住再埋啲，跟住然之後就見到咧，佢架車開始好似有啲故障出現咧。咁咧我就過咗佢咯，咁啊變咗全場第三，咁一路一路咁樣追上去啦。但係太多 safety car 咧，令到我嗰個節奏咧就打亂曬。因為幾時你追車，永遠都係兇狠過俾人追噶嘛，啱啱先？嗰個心態各樣嘢啦。咁但係冇辦法 ，safety car 出咗兩次，
打亂曬陣腳，但係我重新再令到自己個心態再繼續行，再繼續去追上去。咁然之後咧，臨 last two lap 揾到個機會㗎啦。因為我同我自己講，如果呢個 last lap 咧，我唔過前面阿馮家柱，我就過唔到㗎啦。咁我喺東方灣咧都比較進取，而衝埋去，咁黐到埋去阿馮家柱嘅車個車尾㗎啦。但係冇辦法，佢架車真係直路好快。咁我選擇喺外線過啦。其實諗住真係搏一搏嘅啫，點知喺外線嘅時候都唔夠，咁選擇就俾佢入咗先，而爭啲都撞咗埋個葡京灣嘅欄度。冇放棄嘅嗰刻，繼續去追住啦。咁點知追到上去嘅時候咧，阿頭位嘅波本嘅車咧，佢突然間好似出現咗事故，佢架車好似出現咗問題，突然間慢咗落嚟。咁我心諗有機會愛嚟追頭嗰兩架，點知當我想諗緊呢樣嘢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又嚟第三次個安全車啦。咁我已經知道，因為 last two lap 一出安全車咧，基本上係帶完翻嚟。咁我知道呢場賽事完咗，我就冇再機會咯。有少少唔滿意，係因為個運氣啦，因為澳門真係好講運氣，但係車隊就好滿意個表現。我自己都俾自己係90分啦。但是如果過埋佢哋咧，就會更加精。因為今場車我的目標是要全場第一，但是冇辦法，而家全場第三，組別第一的話都有所交代嘅啦。多謝。